好恶心呐、啊！啊哈哈！啊，掉伞了！哎呦！该分出胜负了吧？身为裁判的我，想要忍不住丢 C4 了。我的妈！没有啦，你这对角好久。哎、哦，来了！你怎么又死了啦？哎呦！耶耶耶耶！耶！我们是有的，加油一点哦，鲍瑞恩。再对决一次，我就要去洗澡啦。对啊，你们对决完我也要下了，已差不多五点半了。哦，他下来了，他下来了，他站在上面。啊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把车子震爆了！哎、欸，你们站在车子上比好了，小型擂台。太小了！不要再告诉了！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你怎么又输了？你太多了！你怎么又输了？无名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！太弱了！你都是反面的啊，可是我靠下去的正面的。Oh, yeah. 错，不是反面，哈哈！我不能告诉你技巧，哈哈。先不要打烂了、啊，反正要不复活。啊，先不要打烂，你快点复活、哦。他在你后面。再一次我就要下，我就要先洗澡，快点。好，来喽。哎哎哎哎哎哎！不要在中间，我会害怕。好久、哦。又来了！啊哈哈！啊哈哈！我也中了！耶！刀神，叫我刀神！哎呀，怎么一下要挂掉了？然后弱！瑞安！瑞安！啊来了！怎么这样，瑞安？哎，瑞安作弊，我还在蹲你哎！瑞安！不要贼哦！不要贼哦！一复活就直接杀人！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！在这边，在这边，他跳伞了，在这边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啊！你怎么又死了？哎呀！我跟你说，他是反面、侧面的啊！好了，在最后结束的此时，教你一个技巧。哎、欸，我得到近战勋章、欸，哎，好屌！那我来教你。啊！我死掉了！我告诉你，我是最屌的刀神。教你们一个技巧，永远用眼角余光去看你的对手。他看像是你的侧面，可是都是正面，懂吗？我看每次都正面，可是为什么刀下去都正面？作弊！阿珍也挂了，我要去蹲阿珍。哎、欸，你快杀我、欸！你快杀掉我，扯平了啦！两个尸体，先去洗澡啦。两个尸体，改天再玩啦、啊。好。